你这七周年暂时反正就是出新歌嘛，然后能有新的舞台新的 solo。进步才能站得住脚，然后会尝试一些没有尝试过的影视或者是音乐的类型，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林林老师，恭喜你，这位好像有点东西。好。有点帅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各位老师。谢谢。